传承戏曲经典，弘扬中华文化，这是传承杯国际艺术节为推动戏曲文化所做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举措。本次的艺术节，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中国国家一级演员，也是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首先出场的是上海越剧院的地派小生丁小娃。丁小娃老师这几年一直在用不同的形式为戏曲传承做努力。一个星期前，他刚结束了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越剧演出，今天下午也刚完成了丹桂一枝满庭芳的越剧展演，后天他又将飞往纽约举办越剧传承专场演出。现在他将带领他的十岁的学生徐子言为大家献上唐山火点秋香中的三笑，掌声有请丁小娃、徐子言。
非常的感动，这就是所谓的戏曲传承。丁老师说过，戏曲传承要从娃娃开始，你看他就亲力亲为，现在带着他的学生远道而来，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丁老师的努力。子言，你们说子言是男生还是女生？对了，男生，这么小的男生能够愿意跟丁老师一起学，你说你学了多久了？在上海中国的越剧团一年不到。已经是非常的有招有式了，太好了。那你告诉我，学越剧苦不苦？虽然苦是有点苦，但是呢能学到一些很好的知识，能在台上展现自己，我感觉非常的开心。说得太好了，我掌声鼓励一下。来，让我们要听听你的老师金老师怎么评价您。真的看到小朋友这么喜欢我们的越剧哦，我觉得越剧更加有信心有希望。那么而且子业到我们徐家汇汉语儿童团真的一年不到，而且一年里面就是说一个礼拜只有上一天的课，所以呢他非常用功，他就是学很多东西，学画画，学钢琴，但是他不放弃越剧，我觉得这一点呢真的是可圈可点。所以呢我希望他能够在越剧舞台上能够展现自己，那好好的传承越剧文化。说得太好了，我觉得丁小蛙老师已经是把越剧传承，虽然是苦中有乐，苦中作乐，但他已经把它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了。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向丁小蛙老师致敬。